要不要一起来踢足球？我看这个玻璃上有好多灰尘，就想先把它擦干净点儿。替替是在做好事，你应该多向他学习，不能总想着玩。这种事情我也会做。笑笑，本领和德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需要时刻保持着一颗见善行善的心才能累积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才要做到见善思齐啊。替替，我来和你一起擦玻璃。替替，我看你擦完的玻璃还是不干净，肯定是你擦的不对。那你说该怎么擦呀？哥哥，你擦的也不干净。那也比你擦的好。你看，你都把替替气走了。我只是想帮他把玻璃擦干净啊。你不是说要见善思齐吗？我们不仅要学善，还要帮助他人完成善事。替替本来是在做好事，你却在一旁说他不好，他肯定会不高兴的，也不会继续行善了。我知道了。替替。替替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替替，别不高兴了，我们一起玩玩具好吗？看来你气跑的不光是替替，还有他的善精灵。善精灵？对呀，世间万物其实都有善念，而这个善念就是善精灵。你带上它。这些蝴蝶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些就是替替的那些书本和家具的善精灵，因为替替乱扔它们，所以善精灵们都很伤心的。替的善精灵肯定是因为笑笑的缘故跑了，所以没有了善念，才会做些不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去把替的善精灵找回来。小虫哥都走了一圈了，怎么还没有看到替的善精灵啊？要是跑到外面，可就不好找了呀。对了，小虫哥，替的善精灵长什么样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个老爷爷肯定是一善精灵，我们去问问他。老爷爷您好。小虫哥，这位老爷爷是谁的善精灵？
怎么都不理人呢？看样子这个老爷应该是水缸的扇精灵吧？这个水缸还有扇精灵，平常没看出它有什么用。笑笑，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啊？快向老爷爷道歉。哦，老爷爷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。哼，想当年这屋里的每个人都需要用这水缸存水，现在你们用不上我了，就嫌我这个老头子没用了是吧？对不起老爷爷，我们只是太着急想找到我弟弟的扇精灵，所以我不小心说错话了。哦，我倒是看到一个乱跑的扇精灵。真的？他在哪儿呢？哼，我可不想告诉你这个没礼貌的孩子。这些精灵们在干什么呢？这些是风的扇精灵，因为我水缸里的水能为他们提供舒服的湿气，所以他们就来为我擦水缸啊。都是些很懂事的孩子。老爷爷，您快告诉我那个扇精灵在哪儿吧。我弟弟如果没有扇精灵的话，大家都会不喜欢他的。嗯，那好吧，只要你能帮助那些乖孩子们擦好水缸，我就告诉你。一言为定。笑笑，谢谢你帮我们。不用谢，我这也是在向你们学习。弟弟的扇精灵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该那么说弟弟的，你还是回到他那里吧，好吗？我累了，你得抱我过去。好啊。老爷爷真是的，明明扇精灵就在水缸里也不告诉我，还骗我擦水缸。笑笑，你去哪儿啊？小聪哥，你看，我找到弟弟的扇精灵了，我去给他送回去。可是，哦，弟弟，你还生气吗？生什么气啊？刚才我不该说你擦玻璃擦得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好吧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弟弟，你这是到哪儿玩去了？身上怎么这么多土啊？快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我不要。什么不要？快脱下来。我不要你管，反正你平时也没管过我。你这孩子，妈妈这不还是为了你吗？反正我不要。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和你妈妈说话呀？哼，我也不要你管。这是什么床啊，坐得这么不舒服。小春哥，弟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笑笑，你快看，弟弟的扇精灵。奇怪，怎么扇精灵还是气呼呼的呀？哦，扇精灵都飞走了，我们快去追吧。小虫哥，怎么扇精灵都跑了呀？肯定是 TT 的行为让扇精灵们都不高兴了。老爷爷真是的，明明扇精灵就在水缸里也不告诉我，还骗我擦水缸。笑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老爷爷呢？可是明明扇精灵就在里面，他也没告诉我们呀。老爷爷让我们擦水缸是在教我们行善呢。那我去跟他道歉不就行了吗？笑笑，你要想到你说的这句话是会影响别人的。 TT 的扇精灵肯定是因为听到了你的话才会变坏的，所以 TT 也变坏了。可是我不是都擦水缸了吗？你也说过要见善思齐，我已经做了好事了，怎么扇精灵就因为一句话就变坏了呢？笑笑，我们要做善事，要见善思齐，这都没错，但是思齐最重要的是存心而不是行动啊。当你见到别人的善举时，要心怀感恩，因为是每一个人的善行才组成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。有了爱心和感恩心，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做到见善思齐了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擦水缸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我们都要善始善终才对啊。
为什么 TT 的善精灵还在生气， TT 还会做善事啊？人之初性本善，也许是 TT 的本性在让他见善思齐吧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看来要让 TT 的善精灵恢复善念还是需要时间的呀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能让 TT 总这么难受啊。可恶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咦，我有能动了。小熊哥，善精灵们怎么又回来了？笑笑，你没认出来吗？这是你捡的那本书的善精灵啊，他是为了感谢你的照顾才把其他善精灵都带回来了。善精灵，谢谢你。笑笑，你看，连善精灵都懂得感恩，我们也要做得更好才对呀。弟弟，我们继续擦水缸。水缸以前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，我们可要好好的照顾它。小朋友们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做好事的时候，要向他们学习，并且帮助他们，同时还要感谢这些善行对我们的帮助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德行跟善举，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。